这是温哥华的机场奥莱，它的顶是这种蒂芙尼蓝的，还挺有意思。今天大家来看一看。哎呦，还没进门呢，先吃起来了。不要这个样子，吃啥？不是戴口罩吗？看这个 Polaroid Orange 的东西，他们家我还挺喜欢的。哦，它这是奥莱专供的，是吧？这种是59.9，不是59.5。这种是什么 ？OK， 短袖这种，这种就比较基础款，普通一点的。25，多少钱？49.99。它这个感觉这个小包也挺好看的。多少钱？我看看。哦，69，也不贵耶。这个是上60哦，不是4折。牌子也是我很喜欢的加拿大的本土品牌 Aritzia， 它是比较类似于 Zara 的风格，但是设计和价格都是比较 Zara 更友好一点的。裤子什么的，哇天哪，简直像老鼠掉进了米仓一样，每个款式我都好喜欢啊。这种小衫也好好看，好显身材啊。天哪，他们买挺好的，满载而归啊，来了。便宜哦，2个40刀，但是棉还挺好的。你看一下，随便扒拉一件，你看那黑的什么价格？扒拉扒拉，这什么价？479。但是准备爬珠穆朗玛峰去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转发、加关注。我们下期见。